耶稣刚看到个现退社会了，一年是八年所看到个感受强上行。就是个后生个耶稣家通眼线，给出了现退面对世界，安复杂个认知不同，拆解变做系抽象个几何图形，还透过色彩工人个变化，重新组合韩国爆出多变个社会状况。安代几何图形就伫亚发明当中，又系自家土地，又系上富层层条条。艺术家同亚神的全新创作，用抽象的图像观念，描述现代忙碌世界当中人同人唔亲唔亚，也希望牵动人同亚安代互通。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条线。那因为这样子的网络交流互动，那可能就是关系就产生了一些变化，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大家面临到的就是一个总统选举的一个议题的产生，那大家都很热烈在这个上面去讨论。谢谢耶，西国行发强，就像是天龙一梦，地都有对一天西边过来耶，马街都有诶，名路自信。头摆动物看见那些同亚线老名路现象分解做图形，就连其用的色每都有红门。比如说红色可能它代表的是一些权力挑衅跟性有关联，那正方形它可能代表的就是符合守规矩公平稳固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各种形状它其实就是代表不同的人格特质在网络上互动。曾共曾安美天赋经验，同亚线韩地亚拜耶作品当中，同时间的观念并落去，大拜电工点出亚副体，就会同亚下头拜同未来串联起来，用同台的胸前意象来关心现代文化变通。大家新闻从真前奏，台播头。